得到的结果啊怎么样哈、哦？那他觉得实施群态重要，一定要建立实施群啊、哦。那他会找到我，当然有几个原因哈、哦，因为我在这个区块也摸索了三四十年。那我的聚众能力哈、哦，我办活动的能力哈、哦，办了三四十场啊、哦，在新店啊、哦，大家都很清楚，在新店工农广场，我办了三四十场，都是我自费的，一场大概花费大概十几万。 我花了大概三四百万，就在新店哦，在谈这个养生这个区块啊、哦，那这个决定招生哈、哦，决定在招生哈、哦。这个我们招生啊、哦，我在讲历史哦，这个教授还没有过世哦。招生的时候呢，教授叫我说：“刘老师，你赶快招一班，好、哦，我看着你招一班。” 认为哈，请坐哈。认为呢，你可以的话就要传承哈。那其实这是他儿子啊，他都有我们在现场哈。那我们那个这个保健第一个班哈，我们就成立了哈，梯旗就成立了。梯旗这就是师资啦哦。我们目前我们这里有好几位教官，我们为什么要叫教官呢？有点像这个黄埔军校，建军很辛苦啊，一定要用有点那个军事化的管理哦。 今天要义诊，你就要过来，你不我过来几次，我们就不要你了。为什么？刚开始要推广是不能够有太自由的啊。那教授呢特别要讲哦，这个刘老师，哎，你把你的教科书给我看，我这么要改就要改，结果呢，这个他一定要指示哈，这个我们要先教你们居家保健。 哎，家里嘛，对不对哈、哦？其实居家保健可以做很多啦，哦，这边好多都是我的患者，我的学生，哦，居家保健可以做很多哈、哦。那这个很轻松哦，那大家稍微看一下哈、哦，像这个脚跟痛，这个我们叫做哦，足底筋膜炎啊，是很困难，在我们来说呢，哦。 哦，就压这个点就好了，啊，这个脚跟痛啊、哦，这个过来一下哈、哦。他在这个第八期有出现啊、哦，当时呢他已经脚跟痛的不得了，那我帮他处理啊，好了三天了，啊好了三天，那代表很好哦，因为呢他做一次了哈、哦。那你看他来的时候，他特别跟我讲，哎呀，他还做记号嘞。 有没有？我来跟他抓这个一个点，其实就脚跟痛都可以啊、哦，大家可以来照相都没关系，好、哦，大概是这样抓哈、哦，这个点，这个点，这个点就是专门在治脚跟痛，是不是很简单？很酸，多揉几下，哦，有，那隔天呢，脚跟就很轻松了，哦，好，请坐啊。 他从掏烟赶来的，啊、哦，掏烟赶来，大家掌声鼓励一下。哎呀，很辛苦，很辛苦哈、哦。两只脚都一样。哎，痛的那只脚哈、哦，这个脚踝痛。哎呀，脚踝痛压哪里？脚踝痛，这个只要压一个点就好，锁上就好了。前几天呢，我上班的时候啊，更新了、啊。 啊、哦，有一个人脚踝痛，好像一直走。那我问他说：“你有伤了？”他说：“是。”啊，那能不能帮我？我能不能帮你摸一下？他最先说：“哎呀，会拉伤。”我说：“摸手就好了。”是穴道。结果我一摸，哎，他走路又打不得走，那时候真的好八点。哎，其实脚踝痛就是那么简单啊、哦，是不是很简单？大家看啊，左脚还是左手？ 对手脚踝是对手啊，这个是铜奖，哎，大家可以照起来啊，啊、哦，但真的可以照起来啊，哦，有脚踝痛，我们刚刚可以等一下可以现场的一个试验哦，啊、哦，来，我做一个试验，有没有脚踝痛的？不然用它好了。第一排啊，虽然会承受痛苦啊，但是他学到最多，那根脚踝就这里，就摸这里。 左脚右脚，哎，对，这里哦。任何人压完以后，你的脚就会松，
因为每个人脚踝都有问题，只是你还没有呈现。啊，这里啊，这里啊，这真的穴叫五五穴啦，有五只老虎的。哎，来来。哦，我们大概摸三个人就可以了啊，不然摸不完。大家看哦，那只脚摸这里，我们这样压，哦，很舒服吧？懂吗？左脚就右另外一只脚，哎，就这里哈，哦，看到吗？坐着没关系，大家可以照，来这里，这里，哦，这里，哦，来，我们压二十下。好，助教可以帮忙哈，来需要他的，他压给你看，好不好？这一边痛还是这一边痛？一样，都一样。这个，但是我们的那个杰登道总教官呐、啊，他今年83岁了，他跟着我东征西跑。对，他是那个广西那个中针灸科医师，嗯。谈养生都是不像啊，哎，不谈养生就很像啊。哦，这个脚踝痛啊、哦。OK。好、哦，等一下我们会再重复。哦，那再来呢？哎呀，这就是我们的主题啊。主题啊，大家看哦，胸闷啊，要压哪里呢？胸闷压这里，啊、哦，胸闷压这里啊、哦。那心肌梗塞呢？像那个徐生鼎啊，心肌梗塞要压哪里呢？哦，它有两个点，它有两个点哦。大家看哦，哦，等一下我们会细项说明。好不好？哦，好，我们可以细项，哎，你们可以照起来哈，可以那种。等一下我会细项说明。好，来。来，来，我们现在讲的就是哈，我刚刚会把那个刚刚的再讲一遍。这里。哦，我们的时间弄半个小时就要把这个讲完。因为呢，中风还要再花很大的时间啊、哦。这个会胸闷啊，有两个情况，一个是你的气血循环不好，一个是本身你心脏有问题啊。那怎么来做一个辨别呢？太简单了哈、哦。这个像这个情况哈、哦，这个一般来讲哈、哦，我们的左手哈、哦，等一下我做示范给你看哈、哦。胸闷，好、哦，好、哦，左边是这边的、啊，不太搞混了啊，再拿下来哈、哦。你不知道它是心脏的毛病，还是你气血不好的毛病？好、哦，好、哦，我们原则上用我们的这个东西，手刀，哦，从打的时候啊，不要中空打，被你打断了啊。打的时候你就跟着跑，好、哦。从这边，哦，看到，哦，当我们打完大概打3-4回的时候，答案就出来了。什么答案？当你觉得舒缓的时候，你纯粹是气血循环的问题，啊、哦，您就哎比较放心一点。如果打完了以后你还是一样没改善，你要去检查了哦，是不是心脏扩大啦、啊，或者怎么样啊？他什么原因呢？哎呀，这个老祖宗啊，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哦，我们这一条叫心包经啊，就是这个经啊，把我们心脏包覆在一起啊，叫心包经啊。本来呀、啊，经络没有心包经这个名词啊，是他觉得说这个心脏。能够这样耐撞击，一定有一层东西把它包起来嘛，而且包起来这东西一定要有一个很强的什么气血帮它包起来嘛，所以当你敲打这里的时候，它舒缓了，哦，
代表哦，你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啊，不然就要去检查了啊。我们还是有病还是要找医生的哈。这是我们呢这个毛病哈，这样懂吗？会敲吧？会。敲左手，因为左手直接到心脏就能够断定。当然你要敲右手，我们也不妨。你敲的时候啊，你要避免遗珠之憾呐、啊，你不要啊，来我敲给你看啊。哎呀，你不要这样敲、啊。哎呀，你慢慢切嘛，哦，每个地方切，哒哒哒哒哒哒，几乎每个地方都有切到，哦，避免遗珠之憾。刚好呢，刚好在这个是有内关，你刚好跳过去了，那就遗憾，哦。其实很多人胸闷自己敲一敲就好了。万一哦有问题，可能他做另一步的检查，哦，用这边打、啊、才不会痛啊。那如果你懒得敲 啊，其实我们有个穴道，我们叫内关穴啊，内关穴啊，来大家看一下啊，来这里我指给大家看，正中间，刚刚就是正中间嘛，你的三个指的地方，三个指的地方刚好那个指头，三个指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你压它。哪个人现在有胸闷的？我来，我现在当场压，啊，好、哦。它不但对胸闷有效，对胃也有效，胃胀气都有效、哦。因为内关是管胃心胸的，啊、哦，来大家试试看，啊、哦，大家在这个地方，啊、哦，这个内关啊，顺便压外面外关，两个一起压，比较好，好、哦、好，好、哦。哦好，我们就这个压了。刚开始有点痛，但你感觉不痛了，你就好了。好，很简单吧？最好是有时候要别人帮你压了，自己压会原谅自己啊、哦，除非你不要原谅自己，我就要他好。好、哦，你要压多久？最起码32下嘛。以我的力道啦，以你的力道可能要多一倍的，冒汗了，你看。酸哈、哦，来感受看看，有没有比较开？有吧？你看，马上开。我胃不舒服，帮我。来，帮你压哈、哦。老师是两边都可以压吗？还是两边都要压？两边都要压。但是左边比较有效，比较立即的感受。中间在这里哈、啊。中间。这条。对，就是正中间了啊。老师是会压吗？哎、欸，你的手好像比较粗，所以你要后面一点点啊，在这个地方，哦，哦，会吧？会。关键点哦。哎、关键点了、哦、哈，好。对。你的手指的三指不是他的手指。对，好、哦。来。这个。大家很清楚哈、哦，这个像徐生敏啊哈、哦，造成那个这个我真的很不舍，应该不舍两个字啊、哦，因为他疏忽了很多事情，家人也疏忽啊、哦。其实造成心肌梗塞之前呐、啊，这个是有症状的。第一个症状是什么？来啊、哦，第一个小腿会胀，会痛。你有胀痛的时候啊，你是胸部的问题啊。第二个呢，你会抽筋，会抽筋啊，是中风的前兆。不要小看抽筋啊，抽筋只是给你警告啊。第三个呢，你会胸闷，会胸闷啊，对不对？先会胸闷嘛，哈、哦，胸闷也是，哦，这个心肌梗塞的前兆啊。哦那再来呢？你会便秘。为什么你会便秘呢？会心肌梗塞的人代表他肠体内积满的毒啊，他要把这个毒排出去啊，对不对？下礼拜的课程就是要讲这个，太重要了，这是关键。